新的事情不受允许。现在我举出了这个十四项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，我想呢把这个标题给我拉上去。我这个资料里面都简单的说明了一下，啊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复工啊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最这个品学最优的一个，以及年纪最长的学生，啊，这个下面我这个资料里面有，我就不讲。第二个呢，他这种英勇善战、战功彪炳，晋升最快。啊，刚才这个院长啊，就是也报告过了，他这个十三年二十八，这个毕业以后，这个十九民国十九年，他就升的第一师的少将司令，二十五年就升了第一军的中将军长。这个以后嘛，我就不讲了。第三一个就是他这个五十未婚呢，遭受的共匪啊，这造谣污蔑诽谤，他从不辩白啊。这个里面有一个小月故事，我跟你讲，他这个毛泽东中共啊，他诽谤造谣诽谤他的时候啊，说他不结婚。啊，这不造成了这个蒋夫人去同情他，就跟季爱桥啊，这孔氏小姐从重庆到西安来，哎，这不，结果胡先生和胡公啊，啊，很慢待他，结果这个孔氏小姐回去以后，这个蒋夫人抱怨，啊，这个里边的很多的故事，我就不讲，就把这个事情讲一下，啊，第四一个。这个保卫大西南，抗日反共经常，他这个从这个淞沪会战以后，就奉命啊，经过这南京、徐州，到了西安、陕西这个关中，啊，建立这个西北的国防，啊，向东抗拒日本侵略。清代北方防堵中共向西向南渗透，西方则防止俄帝向东侵犯，向南他这个保障屏障重庆台州的安全，这个伟大的这个事业啊，这个保障了西北抗战时期的公共规范，这个是也是历史所见。这个第五个，我就是在创办军政干部学校，培养抗日反共的干部。这个一个就是第七分校，大家都晓得，啊，在西安王许。第二个就是建立创办这个战地师团，在西安市政治干部。第三一个就在海洋召集这个游击干部训练班，在这个来。在这个天水，像这个天水，啊，这个他光是这个七分校，啊，就训练毕业了四万多人，多学生，啊，非常的成功。七分校是一个当时是这个范围。最庞大，学生最多，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一个学府，这个是这个胡公啊，
啊，在这个西北啊，这个最大的一个村了。这个第二个啊，第六项我就叫主持啊，俄北豫西西峡谷的会战。他那个时候是1934年2月份，他升了这个第一战区上将司令，他就这个主持啊，这个西峡谷这个会战，啊，前列日本这个西侵部队打了个胜仗，最后啊，被死日本人投降，啊，这也是这个以后啊，啊，他就因此啊得了青天白日勋章，而主持。啊，胜利以后主持这个郑州的日本人投降的典礼。这个第七个，我得报告一下，就开赴延安啊，老曹毛泽东的老曹啊，为迎亲的平民啊。这个时候大家都晓得，这个岳小姐经这个19年这个订婚啊。20年订婚了以后啊，他就回来，他在美国啊，得了博士回来以后啊，在34年就要结婚，结果他啊，这个就说，权力在人了，啊，我要把延安拿下来以后我才结婚。延安拿下啊，36年啊，19号拿下以后，他就报告总统。啊，要结婚，总统退了以后，他这个时候啊，参这个在这个岳小姐，这个时候是教授的啊，到云南，到西安来，到西安来的时候啊，就办这个结婚。当时这个这个院长也是报告，他结婚的时候啊，典礼只有6个证人，2个介绍人啊，然后啊。用一桌啊，很简单的一桌，这个宴会啊，这个婚宴，八碗菜啊，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婚礼啊，这个是空前绝后。结果呀、啊，婚礼新演员的蜜月时间只有3天啊，当时这个看到这个。新郎还是紧张啊，结果呀、啊，他就把新娘啊，也就那个送了这个南京，第4天就送了南京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少聚多离，没有一个家庭生活，所以这种嘛啊人格啊这种情面。现在是世界上的这个可以说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第七个大陆沦陷以后，最后离开大陆的一个陆军上将，这个大家都晓得的。而且他这个立刻到他不愿意，他要在西昌建立基地来反共，要牺牲啊，不成功就变成人。结果还是总统首令派飞机把他接回来，在接回来的在这个期间，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参谋长罗列和秘书长这个赵龙文啊苦劝他啊，你这个领袖一定要你回去，你现在啊不能再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啊愿意牺牲，愿意替你牺牲。啊，一个就回去，结果啊，他是不愿意，哎，坚持住，最后没办法，搞了一夜，这个时候啊，最后没办法，他们帮他找这个附近的这个干部，把他一路用上了飞机，啊，所以这种啊情形也是啊，空前绝后没有，这个地形像啊，就是。监委啊，遭受这个李鸿彪啊，这诬陷诽谤啊，这弹劾他，他这个
绝不变更，是无是啊，必然无愧，绝不变更。而且他的部下学生都给你看这新闻天津的知道以后投票啊，所以这样子啊，这种这个青年到后来引起了这个立法委员啊签名108个人签名啊，包括总统，所以这种人才怎么能选啊？所以才这个取消啊，以后啊，在取消了以后啊，这个他这个时候刚才讲了，他总统啊派他去大臣，实际上是他自己请愿啊，化名到浙江沿海大臣，组织游击队啊，帮助大陆啊，亲自率领游击队反共39次战果辉煌啊，这个事迹啊都是空前绝后，没有这个实际上毛这个啊，报告的他的人有负重啊，高阶机用临危受命啊，这个接任澎湖防卫司令，刚才院长也报告过，他是上将啊，澎湖司令防卫司令是中将啊，这个参谋总长那个彭国基是他的三级部下，他这个时候啊，奉命总统要他去当这个防卫司令，他就用他就去啊，在防卫彭防卫司令里边的4年当中，所做的可歌可泣的事情，我刚才把那个他的总务组长啊杨挺啊申上这个老先生，他就把我分发给大家，那个是真正的啊，胡公啊这一生啊就所有啊，这是我有时间的关系，这个第十啊，这里面呢、啊、我举出了三个事情，第一个事情，他把他的心想分成三份，一份补助啊司令部的这个贫穷的眷属，一份呢寄给台北家庭，一份用自用啊，这种青年啊哪有。第二个事情呢啊，这个也许大家都不晓得，当时的财政部长这个啊吴松庆带着20万美金到澎湖补助胡公啊司令的这种青年，这个时候啊，我北京跟他讲这个事情啊，只给胡先生啊这个公司使用，不要记账啊，只可以报销啊，这个胡先生是晓得了以后啊，都为他干什么，他就把这个事情说了，哎，胡先生讲说这个钱不够用，把他搞到银行里面啊，以后他这个交离开这个澎湖的时候，把这个钱呢20万这美金啊交给澎湖县的县长啊王俊林啊，作为不建设澎湖的渔网之用。所以这个事情啊，还有一样事情，就是说刚才那个也讲，彭洪基参谋总长到这个澎湖视察，他率领的这个参谋长或副司令以军礼啊来迎接，当这个参谋总长下飞机的时候啊，小李呀，这个把这个彭洪基
感到很不好意思。讲右手了以后啊，上飞机上山到这司令部，到司令部的时候，因为讲话的时候，他不是总长要他上来坐，他坚持他要坐在第一排，下来第一排啊。所以这种礼，军中的礼节啊，刚才杨先生报告，他是一个没有这个第二个人呐 啊这种情形啊，所以啊，这个我把这个事情报告一下。这个十二项啊，就抗日胜利以后啊，光复台湾啊，接收台湾的这些政啊军政的干部啊，都是，也不是都是，多半是服工的干部。我说什么，我举几个例子，你比如梁建功接受台湾，他是七名校或总政战那个大概第四堂的总教官。彭文新接受彭副司令高雄司令，他是这个就刚才讲炮兵旅旅长啊。这个他的第二任司令啊，这个洪思齐是西北校的这个副主任啊。这个创办这个台中华中国时报的余其中是七分的政治部主任啊。其他的很多啊，我不想没举。这个第十三项呢，就是38年前呢前后来台的部队啊，都是七分湖工人七分校的师生干部。我举这个一个例子，第一个驰名国际的这个陆战队，他的整个是七分校的师生组成的。第一任司令啊，杨厚才是七分校的大队长。第二任司令周玉环也是七分校的大队长。以后的这个张振远啊，这个何文婷啊，都是七分校的区队长。一这个孔令成啊，是七分校的十五级学生啊，董永信18级的学生啊，王稼祥19级的学生啊，这个等等的。所以他的排连营团长都是七分校的学生，所以这个是七这个台湾的这个最有名的这个陆战队啊，都是七分校的师生组成的啊。这个另外就是台湾的这个庄稼兵，也是七分这个37团军的庄稼团长啊，叫庄稼团组成的。所以这个蒋卫国是七分校级教官，又当第一司令连长啊。他的副司令张广权啊，刘文英都刘德的刘发的都是这个七分校的大队长啊。他这个庄稼兵的这个排连营团长师长，这个都是七分校的学生啊。所以这是第三一个，我也举例子，台湾主力陆军的主力干部啊，主力部队啊，刘安琴司令是七分校15期的总队长啊，他的排连营团长师长都是七分校的这个啊师生啊，这是一般人啊都不晓得啊。这个
第十项啊，我这个再报告一下，这个故宫啊，是这个黄埔之光，军人的军中台本，党国干城，民国的官员啊，这个从他的这个从他的这个当时去世的时候，身无分文啊，没有外人啊，这种情形啊啊，可以看得出来。我这个资料里面啊，这个都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啊，我也不报告。所以他这个啊，有几句话，这个史家老人啊，满清啊300年来历史，李寿啊清廉之官，当以彭玉麟为尊；民国以来，李寿清廉之官，当以胡思想为尊。啊，非此非啊一人之所言，乃世间之公理。因此，胡公实为啊，所实为啊，黄埔之光，军人台统，党国干城，民国元人。报告完毕，谢谢各位。感谢孟新华先生。接下来有请义江山战后协会理事长，也就是义江山烈士王生明将军哲嗣王应文先生为我们致辞，有请王应文先生。校长、胡志正、志正部长、各位贵宾，说实在话，我昨天跟胡志正通电话，他并没有说我要讲话，他说你可讲可不讲，他是刚刚已经报出来了。好在呢，我刚刚临场一边听呢，我一边略微记了几句，记了几句就是有，但是大家不知道的。各位，善之善战者是无智名无勇功，这是指谁呀？这是指戴笠。但是各位知道戴笠是谁推荐跟蒋公推荐的？是胡宗南将军。如果没有胡宗南将军的推荐戴笠先生，我们中国的局势很多就是不一样，这个是事实，但是很多人居然没有去提他。不过戴笠先生也有一回报，就是介绍了胡宗南将军的夫人给我们胡宗南先生，所以在《天地悠悠》这本书里面，雨师，雨师，雨就是戴雨龙的号，雨师就是称戴雨龙先生，也就是戴笠先生，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说明。刚才薪水的事情已经讲了，分三份。我们认识一个人，姓郑，名字不便讲。每到民国46、47年以前的事情，民国每到了月初，他们家五六兄弟就坐在门口那个破房子等邮差来。什么事？胡伯伯给我们家寄来了薪水，这就是那三分之一的其中的一个郑先生。胡伯伯胡宗南将军爱护部署啊，别的也不要多说。这里有个义江街，是因为先父王生明以后叫义江街，以前不叫义江街，以前是一条巷子，当然很宽，有这么宽，比这个还宽。那一带的房舍是鱼鳞片的瓦房，那个房子谁盖的？胡宗南将军所盖的，所谓我们少将以上，先父之最后的官阶是少将副师长135师，那就是胡宗南将军所赏赐的。那里少将到上将
一大片都住在那个胡宗南将军所盖的房子，而他自己所住的房子不过70几平，在浦城街。浦城街的房子后来变为被几次这个折这个转变的。各位，我今天当面也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，我也在这里报告，一定要报告。所有高官住过的房子，最后变来变去，总他有他自己一份。只有胡宗南将军的房子没有自己的份，因此胡志镇的房子是靠自己的钱买下他原来这个房子的一层，在这里是仅有的。每一年，我到中烈祠记得我父亲，一定上阳明山去祭我母亲，她的骨灰。